都飞来飞去吗？没错，很难杀。女巫没屁用了，女巫真的没屁用。对，狼人晚上就没有无敌了。好，也比较难弄。那第一场不要有蠢蛋好了。好。第一场会有两个村民哦，不会那么蠢的，不会那么多狼了，好不好？好。九旗银河，银河飞上天。哇！对，职业一定是真的咯，我居然是这个职业，居然，对，这个职业在我就不怕了。不是，这怎么灰啊？我是怎么灰？怎么灰？就拿着拿着就好，拿着。飞行的障碍吗？拿着拿着拿着上升气流。没有，我第一次玩这，第一次玩啦，第一次玩啦。我刚刚看到了，看到了有人变成红色的狼咯，他叫团团哦，怎么在这？哈基是好人，哈基是好人，好凶！嗨，哈基，嗨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个度假船这边啊。我忘记了，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去。我在船上面弹弹。坦坦坦坦坦是什么？坦坦熊猫坦坦哆啦 A 梦的伸缩桥，还有这东西哦、喔，对，哦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是那个伸缩桥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如果等一下我死掉的话，就是巧克力哦。好、你看一下好吗？巧克力都死了，巧克力死了，巧克力都死了。我这伸缩小我有点怕怕啊！哎呀，2020，你活该啦！气好气，你还要指我？怎么干嘛？干嘛？嗨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怎么穿上鞘翅了？你怎么穿上鞘翅了？他是狼，鞘翅就一定是狼，好不好？羊羊羊羊也是，羊羊也是，关我屁事！我是无辜的。不是你戳我干嘛？戳我干嘛？你戳我干嘛？你戳！哎呦，无敌！不是，不是幺幺就是露米，不是幺幺就是露米。雷耶！又雷了！这是各种雷，各种雷，各种雷。哦，团团哦，干嘛？干嘛？我没看到你啊，你在哪？怎么都没看到我啊？我真的没看到你啊！啊不，刚刚是谁在撞我啊？你什么职业？我村民啊。这是天自成一方才对。我看你也是。这苍蝇是谁？他都没隐形了。哦，那个猎人，猎人要不要拉一下？我要尖叫喽！哎呦，这个很难控制。哦，Ruby就你的啦。哎呀，看来知道谁是狼了。感觉有人撞到东西要提那个动能哦。好黑，好黑。我好黑，我会不会有点痛？你怎么又撇过我啦，露米？会痛吗？会痛吗？这个支架是好困难哦。没有那么的，哈基也死了，可恶，没看到。加油啊！太困难了啦！等一下，这样怎么救啊？云雀，其他两只狼啊？还有两个晚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救啊！啊，这不是杰克好朋友吗？我在外面晃很久了。你。干嘛拿上升气流打我？那么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来啦，来来来，两个来互玩棒棒，来啊，棒棒，加油！很有趣，哇，好远哦，好远哦！哎，我全部人都预言完了，怎么还没结束啊？哇，这只苍蝇又没打到了，好可惜，没有用啊！哎呦！哎，打到了！哎，露米靠你啊，露米！还真的找不到，哎，我现在可以上，哎，不行，现在是他喽，现在是他一个，不行，我们现在两个。在哪里啊？掉了！有了，发光使用了，啊！可以多看那个啊，多看位置，嗯。哎呦哎呦！有体验的动能，差不多再20秒。哎！啊！我没有到。是几个无敌？还有两个，刚刚可以按的。你这就是死了！我要按了，可惜了，好可惜，差一点点，蠢蛋要多一点啦。好，非常有两个蠢蛋哦。好，银河世界来吧！我坚信我自己一定是蠢蛋。
为什么？我应该不会又是狼。我相信你。我觉得当存蛋比较快乐。干嘛这样、啊？快乐的存蛋，没有烦恼。我们节目感觉你好辛苦，是不是？一开始就杀人了，好辛苦啊！太累了，当狼好累哦。太累了吧！当狼当到很累。哇塞！等一下我是狼，我就先杀你。不管是什么职业先瞄准他就对了。女巫就直接堵你有没有？管你是谁，躲起来！看到翅膀，看到翅膀，你们全部都坏人。我看到什么？你们全部都是坏人？这是什么发言？阿锦，你被追！阿锦，你被追！阿锦，你快跑！哎呀！阿锦后面有翅膀，等一下，陨月怪怪的啦，你在做什么？阿锦，杰克是什么？我是林。看到杰克停在原地不会动，我是林甲。杰克被阿锦传送了，所以杰克你什么职业？我林甲。哦哦哦，加油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要玩一个不一样的操作啊。嗯，好哟，叫做用雷打死所有人。没打死啊，雷死啊，雷。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，所以我你那时候是真的女巫还是假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打死了，死了，对啦，我看不到，也是要是有用哎、欸。但毕竟蠢蛋本来就不容易发现自己，因为你就是个蠢蛋，发现不了。你就是个蠢蛋，你就是蠢蛋。哎、啊，再来，再来，我这是都是蠢的好人，比较好一点。好蠢的好人，蠢的好人。好，每次都蠢狼一堆，都很可怕。我觉得这个地图好麻烦，要一直切换。嗯，真的。哎呦，华记，干嘛去影响？那是因为你刚刚是狼啊。对。一直要切换武器就砍不到了，能吗？轻轻松松。那你用 F 就好啦。玩副手。刚刚就是不小心把斧头放到副手去啦。好啊。原来如此啊。所以才砍不死人啦、啊。我来训练好自己砍人的实力啊。没有啊，当狼还是新手啊。新手狼。没有人有眼泪。找到马厩，No, 有玻璃，有玻璃呀、啊。就放完了，现在有拿过刀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一个刀都没有。刀真的太难了，几率超低，几率好低。看拿一个刀，忍术，忍术，狼人加速，忍术，狼人加速之术。嗯，你干嘛帮狼人？你是不是有些坏人？啊，笨蛋！为什么？直接叫人家笨蛋！你才笨蛋！我预言家、啊，我才是预言家。那你应该也会查什么？那你查什么啊？我查应该是狼人。那就代表你一定是好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有很多药水的狼人哦。我是很多药水的狼人哦。人在我这啦。干嘛啦？我觉得阿基怪怪的。我说真的啦，这边的这个东西呢？你是说解密码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多少啊。我在找密码。有密码？我在找密码。密码？密码？有这种彩蛋吗？有彩蛋，可是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找密码在哪里？好好奇哦，我今。啊，那苍蝇在哪里？还是蟑螂？我们来解谜，我们来解谜啊！还是蟑螂？确认蟑螂坏。因为刚白天都没有人死的。哦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。刚刚有一只狼在追我，然后没杀到我。是不是？那你是什么？我是预言家啊！啊，你预言？刚预言谁蠢蛋？就预言团的笨蛋。怎么的笨蛋啊？他没有写，他就写蠢蛋。啊、所以蠢狼才看到两行，对，好像是敌方的话才会出现两行。白痴哦，这个东西。他都是笨蛋。等一下，还是我是蠢蛋？蠢蛋等一下，雨月你是什么？啊，我是药水啊。你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笨蛋。我不知道。杰克，我是笨蛋。那开门见山，你到底谁？雨月雨月雨月，你蠢你蠢。真的吗？你是蠢，两个人在那边争谁是蠢，到底在干嘛？二零一什么？女巫。
真女巫吗？真女巫吗？不知道，还是需要你用的咯，还是需要我验一验？已经很多蠢的咯。对啊，跟你讲，现在两个蠢蛋都出来了哦。有，我也是女巫哦。我去，注意一点哦。我有很多药水啊，我囤很多，不要过来啊。可是你的药水好像都是假的啊。不要说出来了。你是不是也是等数这样？太多人数了吧？哇，几耶？多少人数啊？等一下，这个忍者，等一下哈气真，哎，是吗？哈气是忍者哦，是啊，哎，那我这个蠢的预言家有预言到对的时候，哎，真的假的？居然还有这个时候？我哈气是忍者，哎，哇塞，太巧克力，哎，哈气你是真的忍者吗？是啊，好蠢哦，天哪，哇！说不定你是真的预言家啊。没有，可是我的那个卷轴用数还是缓数啊。难道是错的吗？对，第四天又有人死掉了。有吗？就有泱泱啊。泱泱，泱泱女巫死掉了。啊，所以哦，二零什么？女巫。你到底有没有杀到人？都是我。二里，女巫已经三个人了，你想说什么？二里，你听我说，女巫关键的已经死了，剩下的我们都可以直接杀了，剩下两天我们一定都要杀到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可以直接现形了，你看一下那个距离人类最近的，你再找不到，我快要被气死了。哎呦，误眼了，刚晚上的一片黑耶，我都看不到什么。你就看发光的地方往那边飞就好啦。看对花框。阿金有收到什么东西？那边会告诉你。二零零是没戴眼镜，所以看不到。哦，有可能。对啊，他是方向啊。他的是有度数的墨镜。对，完美喜安妮。巧克力是狼人。嗨嗨，你要怎么进行教导二零零呢？哇，哇。哦，那烟火你放太快了，翅膀在配那个飞行，每次都会卡住。怎么一直你们怎么都在上面呢、啊？走了，有两只狼一直在我头上啊！阿总没有结束，阿总没有结束，还是第五天，他就是可以结束啦。阿总没有结束，第六天正常，第六天就会结束了。哎，那我们自己按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人类获胜了，狼人，二零零一个都杀不到，快笑死！这个地球完全都好难哦，我根本找不到人。好可怕！所以这时候只好。当个蠢蛋，召唤上帝之手，超快。